40A 这个产品呢，除了有这些讯号之外，完整的讯号让你供你使用之外，也可以做户外使用，行动电源也可以加得进来。那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几率很少用行动电源，因为它是室内设备。来打开看有什么宝贝，来，遥控器一次可以控三支，好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三就三，透过这个调整就可以决定。最厉害的是它可以调整亮度，你们可以再去外面看看哦。PTD 的亮度都是靠电脑、靠控盘，很少透过遥控器，亮度可以调整，逆光可以调整，然后手动对焦、变焦、定点，这些功能都很完整。里头精彩的配备有接电脑控制线、HDMI 长线、变压器、专业控制线，看你要怎么接。大家很少配的一个东西，吸顶支架都不用买。这个一个要1200，有的人卖1200，那你这个很简单哈，到轻钢架施工的时候往上拍，来，往上拍，往上拍那边那台哈，这个用束带哦，不用请专业施工，用束带绑一绑，坚固无比，不用请专业中行施工，来下来，用束带直接绑上去，不会掉，然后再扣上去就施工完毕了，哦。那以前我们这个作业还要找人家来打壁虎什么鬼的都不用，真的，现在的科技就是带给我们人类很大的便利。那以上这些宝贝呢，配备真的是比人家好很多啦，然后你们也多多的这个照顾支持，谢谢。